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曾凯旋。今天呢，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唇部保养的小秘密。有一个嘴巴的急救小物，就是这个，就是嘴唇的去角质，有点像磨砂膏。逛街的时候，我很喜欢逛药妆店，然后很喜欢乱买一些小东西，然后就发现这东西很好用。敷上去的时候，先厚厚敷一层，敷一层之后，就把这个类似像保鲜膜的东西拿出来，然后把它敷在这边，然后等大概5到10分钟，它的角质软化之后，轻轻的搓一下，你就会感觉好像有一些皮的屑屑掉下来，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拿化妆棉，湿湿的化妆棉把它擦掉，这样子你的嘴巴的那些老皮啊，或者是一些角质就会被去掉。但是后来呢，我再去找的时候，听说就是已经没有出了，所以这一支我很珍惜，最近的新欢。这个就是它里面有加玻尿酸的成分，所以保水度很好，有点亮亮的感觉，好像有一种擦唇蜜的感觉。那有的时候呢，像早上起来可能觉得今天气色不太好，或者是嘴巴的唇色比较没有的时候，我就会选用润色的护唇膏。那我有两支，一支是偏比较橘色系的，然后一支是比较偏粉色系的，就看你当天的妆或者是衣服来搭配这样子。